什么是 Novotech 效应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。您会穿着雨衣淋浴吗？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然而在众多技术应用领域中，事实就是如此。人们将输水油与蜡混合，或将硅酸盐与水混合。这个想法本是为了让有效冷却和润滑能够同时进行，或者让冷却和分离同时实现，亦或是同时起到清洁和保护的作用。但这些输水物质就像雨衣一样，降低了应有的效果。与此相反的是，我们 Novotech Liquid 家族中的蛋白质运用了 Novotech 效应。蛋白质与各种不同的表面结合在一起，从而形成稳定的亲水保护膜。再也不用穿着雨衣淋浴了。如此一来，许多化学添加剂，如蜡、油或硅酸盐，都可以被一种不含过敏剂、不刺激皮肤的生物蛋白质所替代。Novotech 效应能为您带来什么变化呢？请让我们为您介绍它的神奇功效。